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加班嘛。淑华是谁啊？同事啊。他干嘛写这种简讯给你？怎么办？我老公会不会抓奸抓伤？我找真心社帮你查。唉，怎么办啊？我老公会不会？不要瞎猜啦，可能他真的很忙。哎，老婆，我的衣服呢？洗的衣服啊，怎么都没烫啊？哎呦，今天怎么又吃便当啦？我老婆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我真快受不了啦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刚刚我们看完毕方这个个案，如果在你家里有发生类似这种情形，那我的建议是这个时候不宜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行，这样子会造成你们婚姻家庭的破坏。倒是我是建议趁这个时候你可以好好坐下来跟你的先生做一点沟通，把你心中的感觉或者疑虑来提出来，也不要兴师问罪。那可以澄清的事情我想就是该澄清，如果真的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的，倒是我是建议可以寻求教会的帮助，一般教会都有这种单位都可以来去协谈，帮助你们婚姻还有这个夫妻之间关系还有家庭所发生的问题，我想他们都很乐意的去帮助你。耶稣爱你，愿耶稣祝福您及您的家庭。Thank you.